来，注意看啊，平民百姓如何不用蛇女哦，不用她哦。干，安尼才无过，安尼就闹亏的干。打起来应该很轻松吧？等一下要速刷可以啊，来，好了，我们叫增加一些通关的速度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我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哈木龙兽队哈，解木成就、龙成就跟木跟兽成就了，我们丢。基本上不太需要控什么鬼，什么都比较不太控，就一直打，一直打就对了。欸、所以这一队算是比较舒服的啦。没有木法沙，用蛇女和一只毒龙代替可以吗？没有木法沙跟木一戒，木法沙没有木法沙，没有木法沙，木法沙跟木一戒，不是。如果你不在乎成就，没什么差。就是这一队其实就还好、欸，我讲真的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看这个阵容好像不是太那个哈。这一队哦，伪王啊，伪王比较有问题啊，你讲较紧。哦，但是伪王蛇女啊，干破梗，破就破啦，有听到的人就听到啦，没听到就算啦。想看水火炎哦，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。大家想要看他多厉害吧，应该是。可是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哦。水火炎第一关，可以告诉我怎么过吗？碾过的意思是不是？血量好像不太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珠子只要主珠不给你就 GG 啦。对，我还没进关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木一界跟那个。没有木法三跟木一戒，木一戒跟木龙矢是比较好用啦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好像啊，是不是？雕开四颗 OK。哦，这一队应该不会有七大死因吧？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哈。那个第二关要小心了，那爆发要开了。嗯，好。对，因为不一波没过，我就过了哈。我刚刚木龙兽就死在那里。忘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想说慢慢吸，你知道吗？青龙摆尾。我想一下哦，一百多万应该是小 case 啦。不过为了保证我们的啊稳定度哦。糟糕，有点不妙哦！好家在，看有给力，因为我刚刚忘记做全体攻击了，请注意要做全体攻击，不然他下一波也是打百分之百。这边就轻松打哈，火岸岩系都很厉害哦。一直爆发，一直稳定。我会喜欢那个水岩蜥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稳定型的，但是它爆发又很强，哎，主要是这样，又稳又爆的哦。我完全暴力是拿来刷副本用的啦，所以反正两张都抽到无所谓。熊猫显灵，对啊，啊记得做全体啊。对，克丁。打一万多。为了保持我们是稳妥的状态哦，我决定开机哦。
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对，这样是稳妥的啦。大魔术熊猫豆腐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下一关是龙类控制克制公家所嘛、哦？哎、欸，我把技能都开掉了，你刚才没啥丢哎。OK 啦，OK 啦，埃及也可以啊。好，用那个撸鬼就对了。基本上就算没有熊猫也是可以，我必须跟各位讲，为什么对这个关卡有如此精辟的见解一见到嘞？感觉好像怎么有很有把握这样？因为刚刚已经偷打过。哎、欸，看，我就是这样，怎样不行哦、啊？不能先打吗？有人规定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规定啊。对啊，先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刚打过了，所以我知道它的稳度是没稳定性是没有太大问题啊。增加我们通关速度哈！青龙摆尾，给他小巴掌应该没关系的哈。叮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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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真的没关系，因为打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痛。哦，这个叠珠不容易啊！偷打没有啊？就是我只是对做关卡之前顺便打而已啊，就对啊。不过还是很危险啊，所以我才会配一只蛇女哦。请注意，蛇女她可以增加通关的稳定度哦。像我刚刚那个有点危险的状况，我们就开蛇女了。火焰八卡圣四卡，其实你要稳定的话，我觉得八风就直接带出来了，八风网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附加教主啊，技能重置哦，无所谓了，我们就让附加教主技能重置，我就这边就把它撸回来就好了，27000而已嘛，对啊，干还蛮痛的、欸。够慢吧。看一下打一次多少血，然后一下就补回来了 ，OK 了。熊猫就算没跳回来也没关系，下一关一样是碾过去了。几抽？两张哦。欸、我刚几抽啊？好像是55抽是不是？忘了，然后去看一下 MOD。275颗吧，我记得是不是？哦，对了 ,55 抽啦，没错啦。55抽啦。看这个帮妍希包的这个红包可大包了，跟你讲。想看妍希，我等一下可以试试看。
水银算稳算稳吗？我觉得算稳啊。哦，稳，它的稳定是在于它的不死，你懂吗？它不是玩爆发的，类型不一样。火炎的话是玩爆发的，如果以现在这关卡，反而是火炎会比较稳哦，因为第一关水银可能就要死了。包这样还不开来打猫头鹰，看，很痛欸，请记得我们的邮政信箱啊，要寄泡面来的，请记得啊。熊猫跳了啊，为什么两颗星珠在那边乱笑嘞？开了，先开这个哦，青铜百尾，顺序记得，顺序不要开错。来看熊猫，好，你唔知你胖啥笑？看，好，虽然说连自己都不晓得在转什么鬼，可是就能通关哦，很奇怪哦。对，我最喜欢做那种神奇宝贝做的事啊，就是很神奇的意思的，就是对了，就是你就看起来好像这样可以过关吗？他就过了。对对，有没有觉得我在转出去很神奇？就像我刚刚在抽卡一样，就抽到了。对，看马后炮，对吧？应该算稳定嘛，哦。哦，千万不要触发他的绝境意志啊！也可以笑，我跟你讲，知道吗？不要触发他的绝境意志，基本上你就不会陷入绝境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如果触发他的绝境意志，对，你就陷入绝境了。这就是个很关键的一句话，好吗？口诀是什么？请勿触发他变绝境，不然你就会进入绝境。好，在不？OK， 不要触发绝境哦。对啊，所以不会陷入绝境吧？吓死人！再见啦 ，Ripple！ 我刚抽了你好几张，你可以滚蛋啦！好，一重风化很烦哦。那个我消除就消除了，那无所谓。哦，有什么猪就消什么猪哦。如果担心的话，撞下去不用怕，我这样就撞下去就对了，因为它不会扣血。冰，有没有？全部都不见了。哦，如果没得消，就是给它撞哦。基本上我要有勇气，要有胆识。哦，有勇有谋，基本上这关就很好过了。你会觉得啊，好 easy 哦，有没有撞下去？看到没有？够 easy 吧？到底我们进新珠的时候，它随机转还会不会有新珠呢？好，以下开放回答，到底？不是有讲真的？对啊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到底要怎么讲？开放回答，不是因为这个要吃泡面，所以你懂啊？到底随机会不会转出新珠呢？有人说不会，有人说会，会不会？到底会不会呢？会不会呢？会不会转出新珠呢？会不会呢？我猜是。我猜的 ，I guessed。叮，哎呦，没有新珠哎，我猜错了哎。看来我们观众还是蛮多人蛮厉害的哦。再一波，应该是真的是不会转出新珠来。我看一下 Elvis 刚刚打的是什么 ？Elvis 刚刚这样打不会哦。哦 ，Elvis 说不会。对，刚刚打过了，哦，不会啊。
哦，是试过了哦。对了，哦，这边就是缓缓的给它撸过去就好了，哎，缓缓的。OK 啊，王冠一血无压力魔过，对，就是对，轻松打，轻松打，不要太有压力。但是这是因为有熊猫，没有熊猫其实会有一点压力哦，我必须讲哦，没有熊猫会有一点压力。哦，因为没有熊猫，你木就不会那么多。哎、欸，因为我刚刚在玩的时候是有压力的，可能是康博数不够了，也有可能的。等一下，下一关教大家一个诀窍，当你没有蛇女的时候要怎么用齁，我等一下教大家。当你没有蛇女的时候，第二关要怎么样打呢？这是要有一点诀窍的哦。好，因为我配的蛇女基本上就是为了第二关 而配的啦，这样讲比较快啦。我直接破梗没关系，因为我想要教一些没有蛇女的人怎么样打第二关的这个技巧。所以不要急着哈。对啊，嘿。怎么转掉那一颗啊？我本来要弄那一颗的。龙雷啊，龙雷啊！熊猫天降超给力哦！对啊，没有熊猫会差很多，所以我特别强调，熊猫其实让我真的是没什么压力。没有熊猫，我那时候玩是有点压力啦。啊、右下角给一点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哦，你不要死哦，哦，好好，很怕你挂掉，靠背啊，怎么弄那个东西出来？弄嘞，啊，没弄掉，哦，应该不会带吧？不要带，不要带，不要带，哦，哦，哦，错者，你带我都无通去算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来到尾王喽，注意看，平百姓如何不用蛇女来突破这个所谓的哈无鼠盾。我看见水转木，所以不能用。嗯哼，注意看啦，注意看啦，看好。哦，好，好，我算过了，没问题。等一下再算，告诉大家我怎么算了。注意看哦，我们讲水、火、木、光、暗。好，来，注意看啊、哦，平民百姓如何不用蛇女哦，不用她哦。干，那只无鬼，那你就闹鬼干。刚刚算是失误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介意、欸。不行，这是面子的问题。等我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想一下啊，干我堂个盖。好。来算一下哦。嗯，手会喘。我还没开戏，投他十五耶，嘿，刚刚十五。二五零零零，
加上八五四三，加上个十百千三九 ，OK， 我可以撑得住。了解哦，我算我一波被打的伤害了。干外叠珠，杀小啊，靠背啊！刚算是意外吗？是啊，没关系啊，意外无所谓。我们再一次，干怎么一直都出意外啊？意外就是在意料之外，就叫意外。再一次哦，魔改，基本上我出锤这么多次都还不会死，你们就知道这即使是没有那么危险的。再一次哈，干为什么叠珠一直失误？看平民百姓到底如果不用死，你硬过这一关，他妈的干这个面子啊、哦，他妈！硬要弄就对了。有种，你有种，我那个暗珠刚才看不到所在嘞，干，直接打了啊！废话，现在不打会死人呢、欸。来吧，20秒前没办法、啊。赶这颗转错位置了，来吧，各位，见证奇迹，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。这颗是不是有补血啊？哦，有补血，我可以多撑一回合。干什么鬼啊？我才不要多撑一回合嘞！来了，各位啊，我来了，我干，开始发抖了。稳啊，稳定。哦啊啊！我看一下哦，水火木光暗、啊、没问题，水火木光暗、啊、哦，那个暗柱有点可怕，我怕转不到啊。斜转，啊干你娘！哦，错解下面，哦撩下面闪出来，干！干这时候斜转给我15，真的会吐血我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干三回合的失误，竟然还没死掉，蛇女还没开，我跟你讲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